今天和仔仔熊约定跑秋名山，开局先让他三秒。好了，三秒到，冲冲冲！一个加速滚动瞬间超过了他。仔仔熊做梦都想不到我是怎么做到的。你就在我后面吃我的蛋屁吧。来到了直角拐弯的地方，这弯是真的急，要控制好方向，使用不要钱的加速鞋，直接来个漂移。刚刚加速的时候不小心把按键弄坏了，导致现在这两个不能同时点了。你们帮我点点试试，看看修好没有，能点就告诉我一下。这个坡度比较大，我们直接开启涡轮增压。对了，蛋宝们，你们现在还玩蛋仔吗？我问谁还在玩，结果只有这几个人回应我。难道你们现在都不玩了吗？如果你还在玩，就用这个表情告诉我，我看看还有多少人喜欢玩蛋仔。这里我们往左一跳，然后纵身一跃，接着使用氮气加速，可以看到终点就在眼前。仔仔熊肯定想不到我马上就到终点了，看看他跑到哪里了，哈哈，才跑了一半，他真是想破脑壳都想不到我咋这么快。